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，倚天不出。水旅争锋这部经典的武侠小说被拍成不同版本的影视剧，其中女主角赵敏是大多数观众心中的女神。那么这么多版本的赵敏，哪一款是你的女神呢？一七八版汪明荃版赵敏，这个版本是金庸倚天屠龙记第一个版本的电视剧，一度成热播榜首，在美加受到强烈欢迎。二八十四版刘玉图版赵敏，这版本倚天被称为比较忠于原著的了。当年在首播之际，扭转了台视在武侠剧上处于被动的局面，收视后来居上，胜过了同时段，最终是热播的《鹿鼎记》。三八十六版李美仙版赵敏，这个版本是由梁朝伟饰演张无忌，曾一度被称为在但是是演员阵容空前绝后，李美仙饰演的赵敏狡黠雍容温柔，堪称经典。四九四版叶童版赵敏，这个版本的赵敏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观众眼中并不是最美的，但是这部剧中的主题曲片曲都是经典，被称为倚天屠龙记的巅峰之作。来自影评观点五零幺版李子版赵敏，这个版本是金庸比较认同的一个版本，曾赠与男主角吴启华银幕侠士飒飒阴风加落，无尽入人梦中。李子把赵敏的爽朗性格、聪明绝顶、刁钻古怪、机智狠辣、敢爱敢恨、用情极深，导演的淋漓尽致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。六零三版贾静雯版赵敏，这部《倚天屠龙记》被称为武侠剧中最养眼的，呆萌的五阿哥、甜美女神贾静雯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版本的赵敏，活泼灵动、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一度是我的终极女神。七零九版安以轩版赵敏，这个版本在拍摄上力求再现原著的味道，选景武当山、武夷山、桃花岛等地进行拍摄，武当山金顶章、无忌与各路高手车轮大战的戏份，最令邓超印象深刻雄壮的山色，而且这版的故事情节最忠于原著，符合原著精神的设计，当然